所以你好像很有可能一个人一辈子。没关系啊，我觉得这挺好。没有一定要，但蛮吃惊的。对，因为毕竟你这样写情歌的人，我就靠他了。我靠他了。我靠他了。是填我第一顺位。Yes。哎，没有，那我呢？你是第一顺位啊！我就是 okay, 我那时候听到转调的时候，觉得 okay, 天哪，这人好厉害。很开心啊！当然，我觉得那个古典音乐有时候距离感其实蛮大的。Yeah, 我有感受到那个 maturity， 我觉得是好事，我不是。然后我觉得这样会比较。但你觉得 maturity 是哪一种 maturity？Maybe 是哪一种有经历过东西，有看过东西。这是对吗？还是其实我不知道。嗯，因为其实我没有什么经验。哦，你是几次的 ？No。那你写出这种歌？对。我相信等待会有好东西。歌词。我相信等待。对。你有前往上面载过吗？有啊。也是，就是男朋友的。不是。可能是阿公吧。骑摩托车自己一个人骑在前面，然后就看他们两个好像话题不断，然后我其实内心有点酸酸的这样子，就希望我也可以有一个对象啊。嗨兜兜，嗨兜兜，好，然后那我就来清唱一首歌，那这首歌叫《为了遇见你》，就是我是一个想要等待的，我用尽了一辈子。为了遇见一个你，想象所有的情景，反复练习，准备勇气拥抱你。我交换了一辈子，为了拥有一个你，用尽我所有的幸运，只为了遇见你。好期待遇到那个男生。假如真的都等不到，那几岁以前就将就这样子。将就，我不会将就。他我真的觉得，就是现在，尤其现在这个年代，就是真的没有什么关系。没有一定要，但蛮吃惊的。真的吗？对，因为毕竟你是要写情歌的人。我就靠他喽。哇！Kevin, just do it. Barbecue, 我烤肉烤，没有。